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080页，1080页，倒数第四行。无为者，乃是无为。又云是无所谓。我们在参考资料里面就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呢所说的这个四条，第一个，一切智无所谓，我们学过了。现在学第二，漏尽无所谓。漏尽者，或业生死俱尽也。无所谓者，如佛言，我一切漏尽，故得安稳，得无所谓。漏在佛法里头是一个代名词，代表烦恼。烦恼为什么成漏？因为烦恼把功德了全部都漏掉了。所以用这个字落在这代表。譬如我们这个茶杯，这是器皿，它完好，里面可以盛水。如果底下有破损，盛水就漏掉了。我们的清净心就像这个盛水的杯子一样，如果有漏呢，修集一切功德了，统统漏掉了。用漏来代表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通通叫有漏。漏尽就是烦恼尽了，漏尽就无漏了。惑是迷惑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是惑。因为迷惑呢，它就造业。业有三类，有善业，与性德相应的；有恶业，与性德相违背的。有无忌业，无忌就说不上是善恶。我们端杯子喝一杯茶水，这个没有善恶的。那么像这些业的时候叫无忌业。它没有果报。有惑有业。或是因，业是缘，生死就是果报。六道众生叫生死轮回，道理就在这里。起惑造业，下面感应的
果报。那漏尽呢，这个因缘果三种都没有了。啊，一般在小乘见思烦恼断了，啊，恶业没有了，善业要不执着，不放在心上，这个善业通通叫功德。啊，如果有一丝毫执着，有一丝毫念头念着我的善业，就变成六道里面的善果。啊，这个善的报除了地狱里头没有，其他的五道统统有。啊，恶鬼道里面这个善业它变成鬼王，一般常讲的山神土地，啊，这一些灵鬼能享受到这人间的祭祀，啊，给他建庙宇供养他，啊，这个就是他有福，叫福德鬼，他不是恶鬼，啊，城隍、阎罗王都属于这一类的，啊，看福报啊。大小啊，这个享受的福报不相同。出生道里面，那现在最明显的，我们常常看到的，是一些富有人家养的宠物，出生道里头有福报的。啊，那一家人不见得活，哎，可是一家人对宠物，宠物都爱护，那对他都很关心，照顾啊，无微不至。啊，是出生道里头有福报啊，人天福报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些你细心去观察，啊，类别了也很多很多，啊，说不尽呢。啊，所以古哲常讲啊，福不唐捐呢，你修的福报啊，决定有报。啊，有善因呢，一定有果报。果报不一定在什么时候，也不一定在哪一道，啊，造业佛经里讲有两大类，一类呢是引业，引导你将来到哪一道去，引导你，这叫引业。另外一种呢叫满业，是像我们的人生啊，怎么的人生呢，过去生中当中肯定修五戒十善啊，五戒十善引导我们到人间来的人生了啊，这的人生差别很大，人与人当中富贵贤愚不孝差别太大了，这个中差别是这个叫满业啊，满业就是过去生中修善造恶
啊，恶里面最明显的是杀生。啊，杀生要还债呀。啊，所以是欠命的还命，欠债的还钱呐。其实六道轮回总免不掉，这个原理原则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家人啊，父子兄弟的关系，佛说四种缘，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成为一家人啊。这四种缘就是报恩、报怨啊，报恩的孝子贤孙啊，报怨的这是败家子，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。另外两种人还债的，一个是来讨债的，一个是还债的啊。讨债是父母欠他的啊，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啊，小时候很可爱啊，父母很欢喜啊，到快成年的时候了，他死了走了，说债讨完了啊，你对他的付出他逃走了，他就离开你了。啊，还债的是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，他还能养活你，但是对你没有孝顺心，没有恭敬心。啊，只是照顾你一些生活所需。如果欠得多，对你物质生活照顾的比较周到，欠的少呢，啊，可能给你的待遇连佣人都不如，啊，只给你吃饱穿暖，给你一点点零用钱，啊，这些事情我们都见过，这世界上到处都有。只要你细心去观察，你全看到了啊。这就是佛家讲的四种缘啊，夫妻也是缘。香港南唐道寿业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，35年前我在那里讲过两个月经啊，讲了年经啊，他讲堂里头有一副对联，老和尚自己写的，上联写的是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下联写的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啊，很能够警惕人啊。我到香港来讲经，香港这一些老法师很多啊，都移民到外国去了啊，在美国在加拿大很多，他们过去之后就没再回来了啊，现在也都过世了啊。那么这个是世间法了啊，学佛之后要紧的
无论是善缘恶缘，讨债还债，通通把它转变成法缘啊，法眷属，就是我们在一起同学，变成同参道友啊，大家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呢，我们通通皈依阿弥陀佛啊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这是无比的殊胜，这是真正的觉悟啊。那么这是佛法对六道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啊，最真实的贡献。我们要明了啊，啊，人要认真学习啊，啊，漏尽这个意思就是断烦恼，烦恼要断，习气要改，要把心量都开啊！中国古人常说量大佛大了啊，学佛佛与法身菩萨，他们明白了觉悟了，万缘放下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啊，所以他们佛慧圆满得安稳自在啊，这是讲迷惑造业生死果报统统净了啊，统统没有了，这是漏尽无为。无所谓者呢，如佛也啊，佛在经上说，我一切漏尽，一切烦恼统统放下了。佛做榜样给我们看了，叫我们断烦恼，他先断烦恼，叫我们消业障，他首先消业障啊，我们不能不信的啊，烦恼断尽了，所以他得到安稳了，他的心安了啊，平安了，妄想杂念不生了这是真正的安稳啊！啊，决定不堕落在六道十法界，他通通超越了，这真正安稳啊，安稳是自受用，无所谓是他受用，即他有能力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啊，他有能力教化众生，
啊，事出事法，他都教啊。住沙门，这是出家的弟子啊，沙门。前面说过，是古印度，印度宗教很多，无论是哪个宗教，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。啊，婆罗门呢，有在家修行的，有出家修行。啊，这是婆罗门教的修行人啊，佛都能教。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婆罗门教的啊，这一些修行人都以佛做老师，向佛学习啊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观察，佛并没有叫他改信，是佛教啊，你脱离婆罗门教信佛教没有。这说明什么？佛不是宗教，佛是教学，像一个大学里头，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都可以来学习啊，佛法确实如此啊。啊，不改变别人宗教啊，欢迎你来学习啊，学什么？学智慧啊。那不管你学什么宗教，你要不要智慧？啊，求佛报啊，啊，佛门里头有求必应。啊，他有求的理论，有求的方法，别的宗教里没有啊。啊，佛说我也求财富，怎么个求法？佛教你财布施，这个其他宗教没有。啊，你求智慧，你就修法布施；你求健康长寿，你就用无为布施。那佛真有方法给，而且真现真有用啊，管用啊。啊，你学会了真自在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门的教学是非常实际的，不是讲玄学，不是空说的。啊，真的能兑现。连了生死出三界也兑现啊，成佛成菩萨都兑现啊，决定不改宗教啊，因为佛菩萨是学位的名称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修婆罗门教能不能成佛？难。啊，你是婆罗门的佛陀，婆罗门的菩萨，你学基督教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学佛了，不用改宗教。啊，你成佛了，你是基督佛陀。基督菩萨啊，所以大乘呢，团结世界宗教很容易啊。啊，宗教吧，怕你拉信徒。现在你不拉信徒，啊，你是在办学校、办补习班，我们都能学上课的。啊，去学智慧的，啊，学佛求佛报的，啊，去修长寿的，健康长寿的，
这好事啊。啊，早年我住在加州，啊，我住在一个小社区，这个社区里面有20多户人家，不太多，环境非常幽静，住的时间长了，邻居都认识，啊，见面都点头。有一天隔壁邻居来看我们，问我们：“你们是做哪一个行业的？”我说：“你问这个，说我们看到你，每一天看到你都笑眯眯的，好像你们过得很快乐。”“是，真快乐。”“那你们学哪，搞哪一行的？”“我们学佛的。”“佛是什么？”“啊，佛是就是快乐，啊，极乐世界是快乐。”“那这个我们要啊，他要。”“啊，我说佛是清净，净土，身心清净。”“这个我也要。”“这佛是长寿。”“啊，那这个更要了，都要。”“我说行，你们星期六到我这儿来。”啊，星期天呢，你们上教堂；星期六到我这儿学这三门功课，学快乐、长寿、啊清净，一点冲突都没有。你还是基督教徒，啊，还是天主教徒。我说，你们跟天主是父子关系，你们到这儿来。上课的时候跟释迦牟尼是师生的关系，你看在家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哪有冲突啊？啊，你的小孩不是从学校念书吗？他并没有叫你叛离家庭啊，啊，反而叫你孝顺父母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都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那个小佛堂星期六为当地人开放，啊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很欢喜。他们的生活很紧张，啊，心地真的不安稳，啊，所以很多法师到美国都买教堂建小道场，以坐禅为主，啊，来修的人都不少。他为什么坐下来之后把身心放松一点，啊，工作太紧张了，他能得到一点安静，这他喜欢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是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讲明白，他这真知道了啊，所以告诉他佛教是教育啊，佛是我们的老师啊，佛是这个教育里的学位，最高的学位啊，一切人都可以成佛啊，耶稣也可以成佛，穆罕默德也可以成佛啊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人人都可以成菩萨，都可以成阿罗汉啊，这宗教里都不许的，不能人人都做上帝，这是绝对忌讳的啊，真神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啊，佛法不如此，每个人都能成佛，你到学校念书博士学位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
啊，所以无所谓是对教学用的。那下面对天地对魔对凡，这对天人说的，这一句全是天人。啊，若夫宇宙，天人以下的六道众生，啊，因为有一些贵神，福报很大，他住在天上。啊，虽然是鬼神，他享天福。啊，像四大天王，实际上也是鬼王。啊，逃离天宫有大福德的鬼神很多。为什么会堕鬼道？贪心没断，就这个原因。为什么能升天？他投修的福很大。啊，这个就是别业与满业不一样。啊，他说沙门婆罗门啊，天神鬼神呢，再加上其他了，时不能转啊，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说法，他们对诸法实相讲不清楚，他没有正德啊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就正德了。天人如是，其他的五道也如是啊，只要你放下，你就成佛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。我们学的再多，懂得再多，而没有放下，不能成就。这能说不能行。啊，在有这种状况，自己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啊，真正知道六道可怕了，《法华经》比喻说，火舌像这一栋大楼，里面火燃烧起来了，啊，只是还没有烧到你这一层而已，你跑不掉的，三界痛苦啊。啊，欲界，欲界有六层天，天下面是人道，人下面是三恶道，三苦八苦，通通去除，苦海无边呐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超越六道轮回就是脱离苦海。啊，真正明白人，他走的是这个道路。啊，那么脱离六道，不但脱离六道，同时脱离十法界。往生到佛国土，就是
这一部经，这个法门。啊，易行而难信，很容易修，很容易成就，啊，就是难行。凡是念佛人，修净土的人，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往生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问题全出在信心上。啊，这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，要认真把这个毛病改过来。第三呢，是障道无为。啊，设障道，这个对于业因果报啊，非常透彻，啊，很清楚啊，他才能说得出。啊，说障道呢，说比魔啊，魔有四种，啊，无因魔、烦恼魔、天魔、死魔。啊，这四大类也。这四大类通通障碍圣道。啊，业障重的人障碍你听闻。啊，你听经听不懂。为什么听不懂？你有魔障。无因魔是我们一切有情众生通通具足的。啊，色受想行识。这叫无因呐。啊，色是我们的肉身，啊，这属于物质。受是感受，你看我们有忧喜的感受，啊，身呢，身有苦乐的感受，苦乐是身呐，忧喜是心呐。啊，有想，嗯，受有想，思前想后，妄想太多了，这是障道。障什么？障清净心，障平等心，不能现前。严重的障碍我们持戒，障碍我们修定，啊，障碍我们智慧不能现前。啊，念佛障碍你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些障碍也只佛清楚，佛能把它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那么这些障道，果报它
这个人修行，如果没有障碍，一生能成就啊。前面无因魔、烦恼魔是自己的业障，要自己消。这个障道是，这是讲外面的业障。我们现在最明显的冤亲债主，啊，我们受环境的影响，啊，所以古时候寺院丛林，啊，都建在深山里面，人迹不到的地方，啊，清净的。言不见，耳不听，啊，由于环境清净呢，能帮助我们调心调神，给我们修行做增上缘，啊，所以佛门叫阿兰若，啊，古时候噪音最大的是牛马。啊，马叫的声音，牛叫的声音很大。阿兰若的标准呢，就是牛马叫的声音听不到。啊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大概距离一般村庄两三里路的地方。啊，中国一里是现在的事。500米，两里是1公里，也就1公里半的这样一个距离，那杂音就听不到了。因为佛弟子住的地方啊，距离村庄不能太远，太远徒步就麻烦，他每天出来徒步，所以最标准的是3里路，啊，也就现在的是1公里半到2公里这个距离，这最理想的，啊，他们并没有房舍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啊，真的是过的游牧生活。啊，佛带头干了，啊，这是真正放下了，而不放下不行啊。啊，无所谓者呢，如佛说，我说正法，故得安稳。啊，他对这章法完全明了，完全能放下。啊，所以佛得安稳，身心安稳。啊，得无所谓，无所谓是化他，在大众中做事之后，能转法轮。他没有障碍，啊，像华严经上所说的，四中无碍，理无碍，理他真的了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四无碍，啊，四这些现象完全通达。明了，啊，这是今天所说的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，啊，理事无碍，
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做到了事事无碍。啊，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处事成章。啊，见到事，妄念起来了，障碍；听到音声，妄念也起来了，也变成障碍。啊，六根界到六尘境界，通通是障碍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像佛一样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得大自在，没有障碍了？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，要得到这个境界，得修成阿罗汉果，才能得到。在大乘法里头，阿罗汉只得到了是半个自在。法身没证得，般若没证得，啊，因为三种烦恼它只断一种，见思烦恼。啊，所以他真的半个自在。啊，证得偏真涅槃，不是真的大本涅槃，那算很不错了。在我们这个经体上，他得到清净心的，啊，平等心没得到，觉没有现前，觉是大彻大悟，啊，这个没有得到。所以他教化众生就有限，就有局限，不能做到离事无碍、事事无碍。啊，如果能得到平等心，菩萨所证得的，啊，菩萨三贤菩萨确实他们能入啊。离事无碍，到不起心不动念的事事无碍，完全没障碍了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他都不会起心动念，这个自在了。啊，这个人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所以破一门、破一品无明啊，真一分法身啊，在原教初住以上，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在别教初地以上啊，四事无碍。真正得大自在啊，这在大众当中说法无碍了啊，转法轮教化众生，为大众啊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那这是出家在家，沙门婆罗门，那天人，啊，欲界天人、色界天人，啊，那其他这些凡众，他们
做不到。啊，这是舍障道无所谓。最后一个，舍尽苦道无所谓。啊，什么是舍尽苦道呢？舍能尽诸苦之道法，他懂得。你想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离苦？用什么方法得乐？佛劝晓的。佛陀在世，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。我们在阿含方等里头几乎到处都看到啊，众生来找佛干什么？就是有苦啊，有苦有难啊。谁知道呢？佛知道，佛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灾难，佛知道这个地区有灾难，这个地区会繁荣，有福报，他都晓得。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全是看当地的人心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他就知道了。啊，你个人有灾难，不是外头来的，外头没有啊。佛看你起心动念，看你言语造作。也就是看你在造什么样的业，佛知道有什么样的果报。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全知道。无所谓者呢，如佛也。我所说圣道，能出世间，能尽诸苦，故得安稳。啊，佛不但知道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全都给我们显示出来。啊，我们有苦有难，佛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佛没有造这个业，所以他不受这个苦报。啊，造业才受苦报，不造业怎么会受苦报呢？啊，于是我们就晓得了。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果报要现前了，那我们要想这个果是什么因引起来的，你把它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然后你把这个因消除掉，果报就不现了。这里头有大智慧，
大学问呢、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现在这个世间人，哪个人不苦？不苦的人，一个都找不到。啊，什么原因？那要问。哪个人不造恶业？不造恶业的人就不受苦报啊，但是也有分两种，有共业有别业啊，别业虽然善，共业不善。共业我们的社会，我们这个地球，我生到这里来了，跟现在地球上所有的人共业啊，我善，这些人不善，别业。别业受不受牵连呢？受啊，只是轻重有差别。造作恶业的人，他受的苦重啊，行善积德的人也要受苦轻啊。身在太平盛世，那个功业是福报啊，那个功业殊胜啊，你六根所看到的境界全是善的啊，接触到的善心、善行、善人啊，善人多，绝大多数是恶人很稀少啊！啊，那是天下大治啊！是和谐盛世啊。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要来？佛在经上讲得好，说人生愁业，你为什么要来？你来酬偿你的业报，过去你所造的，现在你都要受。啊，明白人呢，就甘心情愿的受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晓得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不能再怪别人，怪别人呢，我的罪就加重。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啊，再苦也甘心情愿的受。哎，这样的是这种接受的话，很快，这报就轻了。那为什么回头了嘛？这回头是岸呢、啊，回头太可贵了。这些事情在先前社会
我们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非常明显啊。正面的很少，负面的很多。啊，200年前你所看到的正面的多，负面的少。啊，中国过去算是近代，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个三朝是清朝鼎盛的时期。那个时候的国力是世界第一了，啊，第一强国，第一大国，啊，人民安乐，这工业太殊胜了，啊，文化鼎盛。啊，皇上带着大家学习，啊，他带头，他真干，是没有一个人不认真。啊，天下读书人真学，啊，以儒治国，以佛化民，啊，教化老百姓呢。所以佛教寺庙多，连乡村里都有啊，到处都是啊。啊，人人都懂得三规是什么，人人都懂得五戒是什么，十善是什么。你就这三种东西就能把世界摆平了，啊，人民就得到安乐了。啊，政府所提倡的儒家教育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啊，佛法的教育三规五戒十善六合敬，啊，把人全教好了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天下太平了。啊，首先自己的安稳，然后才能够教别人，影响别人。啊，这就做事之后转大法轮。啊，也是出家在家，沙门婆罗门。啊，天神鬼神，他们做不到。他们可以现神通，可以现意象，他不能说法。啊，所以佛教诫弟子要讲经教学，不可以用神通做佛事。为什么神通做佛事？沙门婆罗门天魔凡他都能，他都可以用神通做佛事。啊，你相信他，不相信佛了，你吃亏上当之后你找不到他，他不负责任。啊，他有时候能帮助你，
有时候能害你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孔夫子对天地鬼神的态度说得很清楚，这是教我们的。啊，敬鬼神而远之，跟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同一个意思。啊，你看十大愿王第一愿离敬诸佛，这就是敬。啊，第二愿呢？称赞如来，称赞如来是善的，我赞叹你；不善的，不善的不说，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口上。啊，这个社会风气多好！啊，社会风气，古人所说的“隐恶扬善”。啊，众生干的坏事不提。做的好事表扬，让社会大众是不好意思做坏事，受良心责备。啊，做错事情大家都原谅我，做一件好事大家都表扬，用这个方法端正社会风气。啊，现在反相反了，现在的媒体干坏事情大大的表扬你，做再多的好事不说，这是社会乱了。怎么乱的很多人不知道。啊，今天媒体这种行为在过去帝王的时代是决定不许可。啊，那这些人都有重罪，都该杀头啊。啊，孔子曾经做过短时间的，不很大的官，现在就警察局长。啊，卢思寇啊，给警察局长，头一个把邵振毛杀了。邵振毛犯什么罪啊？没犯罪啊。啊，就是喜欢说话，能言善道，大哥孔夫子也辩不过他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人他很会说。啊，歪理说成正理，邪法说成正法，让社会大众迷惑，这就是他的罪名。啊，在现在这个罪名不成立，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。在古时候言论出版不自由。啊，你的言论，你的文字与道相违背。啊，道是什么？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与这个相违背，这就不能准，就禁止。啊，国家法律禁止。现在完全相反了。啊，正的不能说了。邪的随你怎么说，政府不干涉。啊，所以社会乱了，众生苦了，原因是什么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年轻的人弘法利生要小心谨慎，你们还有前途。我这样的年岁啊，说几句不好听的人没关系，
为什么呢？快要死了，不在乎了。啊，可以说了，年轻不行啊。啊，这就是说法有实践性。啊，一个人有一生有春夏秋冬。20岁之前，春天，春生。40岁以前，夏天。60岁以前，秋天。80岁以前，冬天了。我80已经过头了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人说话了，说错了，人家是老糊涂了。他不找你麻烦，老糊涂了。啊，所以年轻人的言语、行为不能不谨慎。啊，言语行为不谨慎会造成障碍。啊，人家障道你还不知道道为什么原因障道的啊，明白了通通都知道了。啊，佛得四种无也。所以能转法轮。啊，这个里头这四种，第一个佛的安稳，这个是无所谓的基础。啊，依据如果身心没有得到安稳，你不可能没有无为。下面说到无碍，碍是障碍啊，无碍者自在通达，而且互相摄入，融同两而两为一体，如灯光啊，互相摄入是无碍之相啊，啊，无碍的相，从灯光是最明显的，你体会到了。啊，这一个房间里头，点了几盏灯，每一盏灯光通通互入，啊。在这一个房间成为一片光明。啊，这就叫自在通达。啊，诸佛如来入常寂光就是这个相。跟常寂光里头所有的诸佛如来融成一体啊，为什么呢？进入常寂光是自性，自性是一体，本来就是一体，现在还是一体，不知道啊，所证的是什么？知道了。知道跟不知道是一样的一丝毫妨碍都没有，不是说不知道我就跟他不融了，还是融，真的是一体。不知道的迷惑你造业啊，你受果报，但是这个业跟果报全是假的，
啊，佛把它比成梦幻泡影，太好了。啊，做梦我们都有经验，梦醒了，境界到哪里去？啊，我们哪一天发现到，哎呀，我在长吉光里头。六道的梦醒了，没有了；十法界的梦醒了；十宝庄严土的梦也醒过了。啊，全都没有了。啊，不回归到圆满的长吉光。长吉光就是身，长吉光就是心。啊，身心都是长吉光。啊，没有任何现象，三种现象不可得。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啊，这叫实相，就真实相，实相无相啊。啊，但是它预言众生有感，它能现象。它起作用呢，无不相，它能现象，什么现象都能现，现虚空法界，现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什么都能现，这叫得大自在啊，这叫真的无碍啊。啊，这才是真正见到宇宙人生真相，见到自己的真相了。啊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于一切法得大自在。啊，在一切法当中，只要我们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得自在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灾难是噩梦，天堂是美梦，都是一场梦，都不可得。啊，所以在心里头痕迹都不落。往生论注曰：无碍者，知生死即涅槃，如是等入不二法门。啊，不二门无碍相也。啊，生死就是涅槃，涅槃是不生不灭。生死是生灭，啊，生死就是灭，涅槃是不生不灭。现在我们对这句话有比较明显的概念，我们读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，在菩萨住胎经里头所说，啊，佛问弥勒，
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个问题里头，包括现在人所讲的三种现象。啊，即念，念是自然现象；即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；即实，实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今天讲心理的现象。啊，科学上讲的这三样东西，全包括在一句上。啊，心有所念，这一念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识。佛问这个问题，弥勒菩萨回答：说一弹指，啊，一弹指时间很短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这是自然现象。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心界有实。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。啊，物质是色，色受想行识。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才恍然大悟。悟什么？学佛这么多年来，佛经上讲的五蕴，这才真正知道佛讲五蕴是什么意思。啊，我们原先五蕴是指一个人，啊，我色身这是色，啊，我们的感受，啊，有苦乐有喜的感受这是受，我们会思想，想前想后，啊，这是想，啊，行呢，我们是不停，啊，念念相续，啊，不停，啊，识。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呢，记忆啊，你经历的事情为什么会记得？识就是我们的资料库啊，凡所经历的无始劫以来到现在，通通都装在这个资料库里头。你的心越清净，你就越记得很多啊！你证得阿罗汉果了，佛说了，你知道500世以前的事情，也知道500世以后的事情啊！这叫什么虚命通啊？你过去生生世世全知道。啊，阿赖耶识里藏着有这个资料，这些资料不是物质现象。啊，所以他们有提及。啊，经上有个比喻，如果这些印象有体积的话，净虚空都容纳不下。他没有提及，但是他真有。啊，这个才知道啊，什么叫五蕴。啊，这五蕴，我们在做比喻来说，现在晓得不是这个身体，身体太大了。啊，五蕴应该怎么说法呢？不要讲到最小，讲到细胞，我们整个身体细胞组成，科学家告诉我，
这个一个人的身体多少个细胞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大约50兆。啊，单位是兆。50兆啊！啊，亿亿10兆啊！啊，50兆，每一个细胞都是圆满的无因，这首相信是。那我们这个身体有500兆个无因，这相信是。啊，你要说寿先生是我，哪个身是我？不能说我有500兆个我啊。那我将来成佛要成500兆尊佛啊。没这个道理。所以他是假的，他是空的，他了不可得。啊，那什么就是波动频率产生的幻象啊，这个波动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，业就是动，也可以叫，那就叫无明。无明是一念不觉，不产生波动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一发生，就不会停止。到什么时候真停止？到你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哎，它就停止了。停止你就回归自性，就回归常寂光了。那才知道这一桩事情。这个事搞清楚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这个无碍啊，为什么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？生死涅槃都是发现，这个现象呢，都是现在这个波动频率上。波动频率多快呢？啊，一弹指，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，一秒可以弹多少次？�啊，大概可以弹5次，那就乘5，把它换成秒，乘5就1600兆，生。1600兆分之一秒，死也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涅槃也是1600兆分之一秒。1600兆分之一秒在眼前，你能看得见吗？完全没有感觉。啊，我们从电影的影片上，得到一点认知，一个经验。啊，老式的电影，现在大概不用。啊，老式电影是用胶卷、幻灯片组成的。啊，一张一张幻灯片，在放映机里面放映的速度，1秒钟24张，24张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，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。啊，
如果这一秒钟当中，我们这里只有一张是幻灯片，其他的全部都没有。啊，全部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在这个荧幕上，一秒钟它放出来，这是24分之1秒。我们看到什么？会看到有一道光，闪了一下就没有了。啊，24分之1秒吧，闪了一下就没有了。这光里头什么东西没看见？啊，这是我们的经验的。那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上1600兆。一秒钟里头1600兆这个底片，把它放一片在你面前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什么没看到啊？24分之1秒啊，看到一个光闪一下过去了，里头什么没看清楚，它过去了。1600兆分之1秒，你看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六根都圆不到，它太快了，眼看不见，耳也没听到，啊，鼻也没有闻到，舌也没有尝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就画等号了。有根没有就画等号了，生死即涅槃了，烦恼即菩提啊！对，不可得嘛，生不可得，死不可得，涅槃不可得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这画上等号。这叫无碍呀！啊，所以如是等，如是等的一切法，通通入了不二法门。啊，入了不二法门呢，我们可以这么说法：入了1600兆分之1秒，那就不二法门了。啊，这个用科学的方法来讲，大家好懂，有这么个概念。真如此，你还会执着吗？你还会想到有生死吗？真没有。你还会想到你什么苦乐吗？没有。你才知道在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频率当中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法门通通等于零。啊，你完全放下了，完全放下可了不起，你什么都明白了。啊，完全放下。回归自信，自信本定，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五句话，你通通兑现了。啊，五祖认可了，把衣钵就传给你了。啊，一切法了不可得了。不能不放下了，全是假的，全是空的。啊，你要把它看清楚，这就是看破。对一切法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放下。啊，佛教的名词用直观。
了解事实真相，这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那是智。这个时候是明识相符，知心一处啊，这一处是什么？这一处就是临点。就是自信。啊，把心置在这个地方啊。置在这个地方起作用的时候，能生万法。你对万法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当然晓得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学就通了，不接触不知道，一接触全通了，一看就懂了，一听就懂了，啊，六根作用非常之妙，啊，六根一接触全明白了，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。那这是心得其用，不是学来的啊，与学不学不相干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也不相干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华严列四法界啊，这是度身和尚华严宗初祖啊，在华严会上啊讲四法界居大明法术啊，大明三藏法术啊，这是华严家所说的第一个四法界，为诸众生色心等法夜夜差别，各有分际，故名四法界。四完全从相上说的，十法界众生非常明显的啊，全是从事上说的。啊，色心用这两个字把所有一切法全部包含了，不是属于色法呢，就是属于心法啊。佛经上讲一切法分为这两大类啊，今天科学家也把一切法分成两大类，跟佛讲的完全相同，名词不一样
啊，科学家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分为物质、精神。啊，在学术里面称为物理、心理。啊，物理佛称为色法，心理呢，佛称为心法。啊，这两法呢，把所有一切法全部包括了。啊，但是世间科学一直到现在，他们才发现，世人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了，啊，把它分开了，啊，物理跟心理分成两门学科，啊，研究物理学的，研究心理学的，都分开了。现在发现不能分开，分开是错误的，所以科学发展到今天出了毛病啊，毛病越来越大，没法子解决。原因在此地啊，所以今天现代的物理学家提出了疑心恐悟，啊，物质上产生问题了，要用心去改变它，去修理它，啊，这是最新的科学。啊，这个学说要成立，这是科学一个大的革命，把从前讲法研究全推翻了。啊，这是最近这几十年，啊，要就他们的发展，研究发展来说呢，大概八十年。八十年前发现原子，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，啊，随着这个八十年科学研究的进步，还有技术的进步，啊，制造这些精密的仪器帮助他们观察，啊，有一些科学家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相同，就是把这个物质打破，看它是些什么东西，啊，细胞打破了之后看到原子，啊，细胞是原子组成，原子在打破，我看到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这些东西啊，合成啊，一个原子核，电子多寡不一样，所以就产生不同的原子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再打破，啊，现在科学仪器越来越精密，啊，发现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几十种之多，好像有五六十种，把这个东西再打破的时候，更小的，啊，成为夸克。已经非常小了，夸克再打破，啊，发现微中子，
那名称叫微种子。佛在大乘经上说，佛通通用尘代表，尘就是物质啊，物质最小的叫极微色啊，极微小到不能再小了，也叫做极微之微，这个物质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啊。那么佛经上讲的这个东西被科学家找到了啊，叫微种子。微种子再把它打破，跟佛说的物质没有了啊，物质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？发现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，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。科学家说的，物质是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意念产生了物质，跟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大乘教里面经论上都有，色有心生，色是物质，物质从哪来？心生的啊，这是物质搞清楚了，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了。那么心，心从哪来的？啊，这个现在科学上要找这个源头了，到底是这个意念从哪来的？他们现在发现的念头突然之间蹦出来的，没有原因，立刻就消灭了。这个现象佛经上有，佛说了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这个现象被科学家发现了，但是没有那么简单，他念头还是有源头。那最深的那个源头是什么？是自信。一切法不离自信呢，那自信科学家找不到了啊。不过科学还有发展的空间，把这个意念，意念的根是业相，业相就是现在讲的能量，能量的根就是自信，自信找不到了，自信是为真方知啊，你要不证呢，你科学仪器不可能发现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不是自然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物质现象啊。科学你找一定有现象，你才能够发现它没有现象，它无处不在，它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，离开它没有一切法啊。佛经上说，谁能证得？佛说八地菩萨以上啊，八地菩萨的定功他就看到了啊。佛虽说佛知道，佛见到啊，八地菩萨就见到了，那八地以上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置啊，华严经上讲52个位次啊，实心
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五十个。上面等觉、妙觉，总共五十二个位次。啊，八地是最高的五个位次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看见。那个眼睛多厉害，在我们面前根本看不见的，他能看见。也就是说，1600兆分之1秒，他能捕捉得到。啊，我们的眼睛不行。啊，24分之1秒的一张幻灯片，打在荧幕上。24分之1秒，我们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啊，通常一秒钟大概是100分之1秒，用这个照相机去照会照得很清楚，我们肉眼没看到啊，用照相机看照得很清楚啊。喷射机在高空飞行啊，你用500秒这个500快门呢？啊，快门是500分之1秒的。啊，你去照了飞机没动，啊，清清楚楚，好像它没有动一样。就是说，它的速度跟你的这个快门速度是相同的，就看得很清楚。你比它更高的，那看得更清楚。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晓得，我们这个眼睛啊，频率太慢了。啊，24分之1秒就没办法，就看不到东西了，只看到一道光，啊，光里的什么不知道，啊，看到一个闪光。啊，要晓得这个道理。我们如果有很快的啊，这个高速度的这个镜头啊，高频率的镜头，闪电当中的时候，那一闪光你把它照下来，可能你都看到东西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能看到啊。所以有人看到这个佛菩萨是这个空中现象的时候，有可能啊，但是要用那种频率才看到，不是肉眼能看到啊，肉眼没看到，照出来之后洗出照片上看到了，啊，这就有可能啊，因为我们肉眼频率跟它的现象频率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讲四，这个四的法界。啊，一一差别了，它有分际，就它有界限。啊，这个叫四法界，完全说的是十法界里面的现象。啊，这叫四法界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大师的。